跑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运动。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跑得快一点和突破个人成绩呢？练习方法、飲食、目标、毅力、坚持。一批精英跑手、新秀跑手和大家分享他们成长的历程。跑步者联盟精英新秀篇，主持李家辉、周佩恩，亚洲青年体育会制作。